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活跃着一支由回族同胞组成的抗日武装。1938年1月，马本斋在家乡河北献县组建了一支抗日队伍“回民义勇队”，后来经过整训，改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回民支队在河间、清县、沧县地区转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成为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敌人把马本斋的母亲抓去，逼他写信劝儿子投降，老人铁骨铮铮，字字掷地有声。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老人最后绝食而终，给中华儿女留下了一个永远坚贞不屈的伟大形象。后来，马本斋也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朱德总司令题词赞叹：“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华各族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中华大地上，坚韧、顽强、不屈、勇敢的苦熬、苦干、苦斗、苦拼的精神，在与日本法西斯的决死战斗中，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一幅壮阔的史诗画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上展开。在北京市密云县石城镇张家坟村，有一位人们广为传颂的英雄母亲邓玉芬。1940年，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开进密云西部山区，开辟了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邓玉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成为了白河游击队的首批战士。不久，邓玉芬得知游击队缺乏人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又把三儿子送进了白河游击队。就这样，邓玉芬先后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抗日战场，他们全部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千千万万个邓玉芬这样的英雄母亲，构成了中华民族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坚韧脊梁。胶东半岛盛产黄金。1938年4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北海银行，作为稳固的经济补给后方，为抗日武装提供经费支援。今年88岁的张秀莲，当时就住在莱芜市庙山镇南古村，他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也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这个北海银行住到我家，那个时候得找比较实在的家庭。1941年至1943年，
是日军比较疯狂的时期，他们频繁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的时候啊，我父亲就说了，快点，咱两个背的东西，背的银行的金条了、银元了，上背山跑，背起来就跑，跑到半路呢，敌人上来了，我父亲说，快点，钻到桥底下去，钻了个洞子底下，先躲一躲啊。鬼子进山，他不干，时间长了，看到他撤下去了，我们爹了两个再出来，背的又上了山了，上山里都得住好几天。当时，根据地的生活非常清苦，张秀莲一家却守护着北海银行的黄金白银，过着苦日子。上这个大户人家接粮，再加上野菜啊、糠啊。张秀莲一家守护的黄金和银元，从来没有少过一分一厘，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抗战期间，山东抗日根据地向延安输送的黄金达13万两。这些黄金和银元，都是齐心抗战的山东人民群众饿着肚子攒下的血汗钱。它见证了根据地人民拥戴共产党、支援抗战的拳拳之心。这是一面白布制成的大旗，居中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右上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尽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上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是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1937年秋，川军出川参加抗战，北川县曲山镇青年王建堂与朋友分头联系了100多个青年，向县政府请命杀敌。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时，收到了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送来的这面出征旗。展开这面出征旗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与祝愿亲人平安远征的习惯完全相反。王建堂扛着父亲送来的死字旗奔赴前线。抗战期间，他有7年战斗在火线上，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负伤4次，多次立功受勋，实现了伤时是血的誓言。随着军队装备的改善，需要有文化的士兵。国难当头，众多青年学子毅然投笔从戎。云南民族大学的离休教师杨玉香，每天都要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几个小时。身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搜集整理滇西缅北大反攻的相关史料，一直是杨玉香离休后的主要工作。1944年，年仅17岁的杨玉香正在昆明中山中学读书，得知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参军的消息后，杨玉香中断了学业，报名参军，在印度兰姆加接受新兵最初的训练。这个学生的来源就是西南联大，学生就有200多人。这个云南大学30多人，还有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大量知识青年的加入，使得中国驻印军的素质显著提高。我们这个团素质更高，1200多人，有600多人都是大学以上。在大后方，
各界人士也踊跃投入抗日战争，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激动人心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成了激励全民族抗战的号角。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位于怒江东岸。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横跨怒江的汇通桥被中国守军炸毁。此后3年中，中日两军一直隔江对峙。为了守住怒江防线，10万大军被部署到了施甸县，一守就是3年。当时的施甸是一个僻处边疆的小县，全县只有94000多人口，这意味着一个施甸百姓就要供养一个军人。蒋德道今年84岁，他出生那年，这幢宅子刚刚建好落成。为了建盖这座房子，蒋家集合了整个家族的人力和物力，花了3年时间。这幢宅子坐落在怒江东岸的一处制高点上，站在这里，怒江峡谷和对岸的山头清晰可见。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幢宅子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蒋德道的父亲把宅子拿出来给军队使用，自己带着家人住进了窝棚。不仅如此，父�亲还带着年仅10岁的蒋德道用自家的骡马为部队运输物资。众多的施甸民众像蒋德道家一样积极地为抗战做着奉献。在施甸县仁和镇宝场老街的这面墙上有一条标语，节衣缩食，毁家纾难，是后方民众的责任。标语写于抗战年代，至今施甸县仍然保存着大量抗战时期的宣传标语。虽然历经70多年时光磨砺，大多数标语的字迹仍然保持完整，清晰可辨。透过它们，依稀可以遥想当年施甸人民全民抗战的场景。在重庆北碚区，有一座风景如画的北碚公园，是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在70多年前修建的。在北碚公园中，有一座园中园，被命名为作孚园。修建作孚园的资金来自重庆和海内外民众的自发捐款。1989年，作孚园正式落成，这是民众对这位在抗战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毁家纾难的爱国实业家永久的纪念。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给行政院递交了一份拆迁上海工厂的提案。鉴于国难严重，自愿将各厂机器迁移内地，以应军事制造之需。这怕是世界上最简短而牵涉面最大的提案报告了，然而必要性和严峻性一目了然。这份提案被迅速通过，146家工厂、1500多名技术工人、5000多吨物资很快被从上海迁至武汉。全国抗战初期的武汉是南京失陷后的中国战时中心，也是工业生产中心。由上海及沿海迁移到这里来的工厂达700余家。然而只不过短短一年，随着武汉会战打响，武汉也不再安全。国民政府要求这些企业
限期迁往西南，否则一律炸毁。只有10万多人口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运到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多达3万。而当时能走峡江的船只，只有重庆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卢作孚挺身而出，他说，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自觉地参加战争。今天在长江上航行的民生公司轮船，仍然悬挂着民生公司78年前的传统标志。当年民生公司的轮船就是悬挂着这样的标志，一次又一次往返于长江三峡，把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转运到大后方。那时的民生公司远没有今天的规模，卢作孚几乎倾尽所有，雇佣了3000多民工和850多只木船，实施了中国式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他对部下说，这一年我们没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由于日军飞机的持续轰炸，民生公司16艘主力轮船永沉江底，占总数的72%，几乎是大半个家当。牛友兰出生于山西省兴县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家族，是傅庆勇商号的大股东。1937年，八路军120师挺进晋西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的八路军军需物资极度匮乏，眼看着马上就要到冬天了，战士们仍然穿着草鞋单衣同日军作战。见此情景，牛友兰在和其他股东们协商后，把商号里储存的布匹、棉花以及毛巾、袜子、肥皂等全都拿了出来，几天后就给战士们换上了棉衣，配备了日常用品，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晋绥边区政府筹建兴县农民银行时，由于缺乏资金，遇到了很大困难。牛友兰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拿出25000元作为银行的建设基金。他说，现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每个有骨气的中华男儿都应该为国分忧，为抗日救亡出力。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团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接见参观团成员，热情赞扬了晋西北士绅的爱国行动。回到晋西北后，牛友兰在《抗战日报》上发表观感文章说，最使人感动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发扬光大，让它在晋西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整个抗战期间，牛友兰先后捐资35000块银元、军粮20000多公斤，以及大量的棉花、布匹等物资，这几乎是他的全部家产。战火摧毁了中国的大批工厂，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与此同时，各种生活用品奇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工业合作社应运而生。
路易·艾黎是工和的总干事，在工和，每个社员既是股东，又是劳动者。工和主要从事包括纺织、印刷、小机械、铸造、运输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满足了当时奇缺的日用品需求，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战争。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工和对战时经济民生所发挥的作用。他说，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对于我们的战争贡献之大，是不可估量的。中国是各族儿女共同的家园，各民族的儿女投身抗战，共御外侮。内蒙古大草原上，活跃着一支由乌兰夫组织并领导的抗日武装——蒙旗保安旅，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乌兰夫于1906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家庭，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他与云继先等人策动蒙政会蒙旗保安队举行百灵庙暴动，打响了内蒙古人民抗日的第一枪。1937年10月，日伪军进犯归绥，蒙旗独立旅从驻地固阳驰骋到归绥南郊，与日军、伪蒙军激战一昼夜，继而转战神木、府谷地区，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后，奉命扼守伊克昭盟，堵击日伪军南渡黄河。1938年5月，蒙旗独立旅改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乌兰夫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党委书记。这支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鄂尔多斯高原的抗日斗争。这里是云南省大理州漾濞县太平铺村，这是横断山脉深处一个彝族聚居的小山村。村子里，人们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己的事。大山深处的小山村，远离了大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你晒得干？是是，谢谢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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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帮忙。每当有人来看望，90岁的梅品珍老人总是显得很高兴。梅品珍家门前的这条公路，就是抗战时的老滇缅公路。高速公路修通后，这里已不是通往滇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但在70多年前，这条公路却是事关中国抗战命运的生命线。这条公路是梅品珍和20万像他这样的普通老百姓用双手硬刨出来的。抗战开始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的沿海港口，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抗战的物资补给线。到1938年底，中国的所有对外物资补给线几乎被日军全部切断。就在日军认为大功告成之际，一条事关中国抗战前途命运的运输线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投入使用了。滇缅公路由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出国，在缅甸的腊戌与缅甸中央铁路接通后直通仰光，来自海外的物资在缅甸港口仰光上岸，然后通过公路和铁路运到中国大西南后方基地。当年14岁的彝族姑娘梅品珍是这些劳动大军中的一员，与她一同被征调来修建滇缅公路的还有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这块吧有船头街、瓦路街，那块有羊皮衣啊，那是我们
这是中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艰难的工程。滇缅公路经过的路段，80%是崇山峻岭，还要跨越中国最湍急的河流怒江和澜沧江。建造的过程危险不断，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为修建这条中国抗日的生命线，数千人为之付出了生命。梅品珍的一个哥哥就死在了筑路工地上。有下头赶紧打烂了，打着要下课要下山，花马会输呢，他就不会扭了呗，就是。这里就是梅品珍的哥哥遇难的地方，公路硬生生地从悬崖上开凿出来，没有重型机械，没有烈性炸药，坚硬的岩石是用火烧热后浇上冷水，使得岩石膨胀裂开，再一锄一镐地撬开搬走。据不完全统计，滇缅公路每修通一公里，就有7位筑路者倒下去。这条曾被美国工程师认为需要7年才能修通的公路，仅仅用了14个月时间就全部竣工。滇缅公路长达1000多公里，沿线居住着汉、回、傣、佤、傈僳、阿昌等26个民族，数十万各族儿女风餐露宿，用最原始的方式开挖土石2200多万方，修建桥梁243座，隧洞1789个。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驻华大使詹森前往实地考察，詹森一行在滇缅公路走了一圈之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赞誉滇缅公路是世界之奇迹。在中国大后方，几乎所有报纸都争相报道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中国民众坚毅不拔的韧劲儿，成为横在日本侵略者企图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狂妄野心面前的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今天，参加过修筑滇缅公路的20万筑路者，在世的已然不多。如今的滇缅公路已经是一条由昆明通往缅甸的康庄大道。时隔77年，我们沿着这条路回望历史，昔日的战火硝烟早已消散，但它对于自由与解放的意义与那段历史一样厚重。阵退难为呀，前方流血后方寒，不是公路是血路呀，千万雄功中外赞。1944年初秋，一支由1000多匹骆驼、马和牦牛组成的庞大运输队，在新疆集结完毕。管理这些牲畜的是180多名驼工，他们都是喀什、和田、克州三地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同胞。中国呢，在1937年以后到1945年的这个前后时间呢，新疆的抗战的宣传高潮呢，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新疆出现了捐飞机，一个县要捐一架飞机，出现了个人捐款、踊跃捐款支援抗战的这么一个热潮。那么在这样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呢，基本上在每一个县、每一个乡
的牧民、农牧民对抗战都有所了解。这支运输队的任务是从印度列城运回汽车轮胎，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喀拉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一路上充满了艰险和曲折。啊，出去段的，我叫做是叫吃苦的芒果，那么叫做是苦做的芒果不要的呢，吃苦的芒果没得，回来了的。啊，吃的肯定不喝，啊，吃的明吃不的。啊，我说我什么话，就准备一张白纸，我等那去弄来，准备查过来，啊，说等到过来的。çıkanın keserken helika çakanız ki çıkıdan kötüp yaşadı. Çıkıp çıkın bu anki mesela tenkice vaptı. Ben ben yatımendi. Ressamız geçti ıncaklak ıncaklak ne çıkıp gitti. Ha dedim ülep kaldı olay dedim ben. Ülep kaldı olay da hep ressam. Uzun uzun kim tanıttı. Ha tanıtkan diyor. Hay ülep kaldı ülep kaldı. Hem de ağır geldi de. Ay tügün ürkülüşte. Bir yerden tövbeci kılsa şu tövbeni tutuvalı mıyız de her doka münda ceynekte ödem turumuzmuş adı. Ve aşağı turuş ceryanda putum küşüp gelip mi? Ben de açtı babam, şu kağıdı müşahış turumuz. Ay kağını tişanda yolunu içip turumuz. Tövbeni yüklep kilidi o, aç aylanın oldu. Tövbe teyil de yok. Ağam şu tutup durumuz mandakta, toylut. Ay tövbeni çi aman davanın ötküzü varsa, o tövbe alın. Ketip alsak, bizimin tanlı kendek olup da. Şimdi kalan kalsak, ay, tüftek niyamalı kadar adam, ay, ne mi, çiğer yapmamız da. Kalkma, şimdi kalan kalsak, adam yok. Bizim tanlı avatkan. Hazır bir ders atmangan da, şu adamın ölügünü kırıp, atının ölügünü kırıp, kemirsek mi olup ki, biz çiğaman kitelendik, kitelendik, şunu mu oylagan biz.55天后，这支驼工队伍终于到达了叶城。随即，这些物资被运往内地支援抗战。这一次运输全程近1000公里，人畜伤亡率超过10%，共运进4444套轮胎及抗战物资，可修好800辆载重汽车，让他们重新奔驰在抗战的火线上。以后第二批、第三批物资均沿此线转运，直到1945年中印公路开通，这条高山国际义运路线的军运使命才告结束。装备有高的，他说他那制造的工资。他们中国的马上的是吃的，是马上那个是的干。中国的你们吃不药。我中国爱给的白说，你们不晓得，他爱给的多。藏区远离前线，但在中国经受外敌入侵之时，这里的人们迅速投入到抗战之中。1940年，拉卜楞寺第五世活佛加木样丹被兼赞，自拉萨学法回到安多本寺后，随即投身于抗日斗争中。他游说甘、青、川、康四省边区，每到一地。随时随地向边区广泛地宣传抗日救国的纲领，揭露日寇的暴行，号召四省边区藏族同胞团结起来，积极支援抗战。1941年，第五世加木样活佛下令，拉卜楞寺所属108寺组织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前往重庆献旗致敬，并献羊皮万张。2年后，
他又委派其长兄黄正清带队，率所属寺庙僧民致敬团抵达重庆致敬，并到各战区看望慰劳前线将士。为资助抗击日寇，他捐献飞机30架，计国币600余万元。1939年到1942年，著名导演郑君里克服重重困难，拍摄完成了纪录电影《民族万岁》。这部纪录电影全景式地反映了中国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同胞支援抗战的行动。在郑君里的镜头下，过去的猎手穿上了军装，奔赴抗日前线，后方的山民抢修公路和铁路，争分夺秒。藏族姑娘将情郎送上了战场，好马飞跑着上沙场，英雄的手收不住马缰，西藏的好汉也像头好马，谁也拦不住他的志向。在重庆放哨，非常震动，非常震动，只要有荧幕的地方都放了一片子。中国有这么大的疆域，有这么大的众生，我们害怕什么？不仅是我们的汉族，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在支持抗战，我们害怕什么？1944年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广西。在河池，47岁的莫花棉决心组织乡亲奋起抗击。他卖掉了家里的2头黄牛，换来了一挺轻机枪，组织起了一支由60多名壮族同胞组成的游击队伍。莫花棉带领这支队伍与日寇作战多次，共击毙50多名日军官兵，解救大批被掳群众。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找到莫花棉的任何影像。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许许多多投身抗战的各族儿女没有机会把自己的影像定格于历史之中，但是他们的身躯已经与祖国的山河融为一体。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岁月里，很多同胞从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赶来，与祖国人民同仇敌忾，为抗战写下了一段不朽的传奇。浙江省金华市是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成立的地方，九方巷里的这所小院子就是义勇队的总部。台湾同胞们汇集到金华，加入台湾义勇队，他们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各尽所能，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对敌政治工作和医疗救护工作。台湾义勇队活跃在浙江、福建、江西抗日战场的特殊战线上，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奉献了拳拳赤子的爱国心。当年旅居海外的华侨有800多万，他们虽身处异邦，却心系祖国。抗战开始后，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美国援华联合总会等救国组织纷纷成立，为祖国捐款、捐飞机、捐药品，创办侨资银行，为严重贫血的中国财政输血。抗战期间，全球华侨积极为国捐款，认购救国公债。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中国军费开支总额约为123亿元，侨汇总额就达53亿元，占军费开支总数的43%。巨额侨汇及时垫付和抵消了大量军火进口所需的资金。
印尼华侨肖披基的女儿出嫁，她将收到的18000多元彩礼全部捐献给抗战事业。新人结婚庆典上挂出的标语是结婚不忘救国。陈嘉庚是南洋著名的实业家，在南洋华侨中享有极高声望，是公认的华侨领袖。抗战爆发后，他牵头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当得知祖国抗战急需熟练司机时，陈嘉庚发表了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在陈嘉庚的精心筹划下，南侨总会组织的南侨技工分15批回国，共3192人，加上此前从其他地方直接回国的技工，总数超过了3260人。他们主要在滇缅公路上承担抗战物资运输任务。1940年，67岁的陈嘉庚率40多位南侨筹赈会成员回国考察，历时半年。期间，毛泽东、蒋介石分别接见了他。他考察后的结论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团圆，这个名字本身就被寄予了吉祥的期望。但他的儿子后来改姓叶的叶晓东，从记事起就从来没有和亲生父亲团圆过。汇通桥被炸断后，南侨技工陈团圆被隔绝在怒江西岸。为了隐蔽身份，他和当地傣族姑娘朗玉宝结婚，但还是被日军抓住，在芒市被活埋。父亲遇害时，叶晓东只有3个月，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却从来不知道亲生父亲的样子。今天我们来看，全家来看你了，啊，因为你表现也给你留下来，我们只有到纪念碑给他贴，在你的名字贴了祭拜你，啊，向你磕头。在回国参加抗战的3000多名南侨技工中，先后有1000多人为国捐躯。他们身后留下的，是像叶晓东母子这样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和殷殷盼而归的白发双亲。东南亚华侨支援祖国抗战，被日军视为敌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华侨遭到日军残酷屠杀，仅在马来亚就有20万华侨被日军杀害。战后，为了表彰南侨技工在抗战中的功绩，纪念惨遭杀害的华人同胞，马来亚华人先后捐资，在吉隆坡、广东义山亭和槟城建立了南侨技工暨日据时期殉难者纪念碑。回国参加抗战的海外华侨，不仅仅战斗在运输线上，印尼女归侨李林毅然奔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雁北抗日游击队，担任骑兵营教导员，人称双枪女英雄。1940年4月，日伪军集中1.2万兵力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为了掩护群众突围，李林不顾怀有3个月的身孕，率领骑兵连勇猛冲杀，将日伪军引开。
在腿部和胸部多处负伤后，仍英勇抗击，毙伤日伪军六人，自己也身中四弹，被敌人团团包围。他宁死不屈，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为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李林牺牲时年仅25岁。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新西北报》发表社论，称赞李林是中国民族英雄的最光荣典型。正如毛泽东所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正在创造历史。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共赴国难，英勇杀敌。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积水青天柱，浴火重生立东方。五千年文明不曾消亡，中华民族不畏惧创伤。看我祖先日月辉煌，追求父亲万象勇敢。
Thank you.